都市传说这个游戏要用脑子玩，自作聪明。下个回合我给大家演示一波教头书办的亵渎，好吧？先别急着笑，不许笑。所以我给他打一分。这次我可以再问你们一次，你们看我屌吗？你再欺负欺负，你再回来个傻逼了，我也欺负欺负，你好，我点个赞。都市传说真你妈好玩。如何评价我的二代？很强，厉害，血战！哒哒哒哒哒。如何评价我的二代？这典型的一分，凉了！哒哒哒哒哒。但是算伤害，伤害肯定不够的。十嘛，一次火创22，是吧？我是火车王，三张 TC130精神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操，这什么套路？鲜血与暗影塑造的假货，用鲜血和暗影来缔结契约吧。130我经常一般都不放，因为我说过了，首先130选牌的时候不一定会有，有了不一定会选，选了不一定会抓到，抓到了不一定会上，上了不一定拉到最好。还有最关键的一点，我不姓球。安装 TC130 精神扰乱装置，爱恨就在一瞬间。哎呀，我觉得就算我硬币跳上叠个甲，下面再叠个甲，那还不如把硬币留在破反制呢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的是时间。他不可能在这种时候挂反制的。你牛逼！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但这卡组里护甲的还是有点意义的嘛。
他不可能在这时候再挂一个反制的。牛逼！哈利路亚！我们有的是手段。他不可能在我硬币的时候再挂一个反制的。你好。丁儿，你牛逼！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！在下佩服。再出两个瓜，我就他妈的把他摆七个青蛙都上不了牌！准备应战！哎哎！没事啊，等第七个吧，不着急。想把什么炸平吗？哎，别看我脸，我的脸。他这些怪都减了八攻，那他砍一刀，这些怪还是没攻击力了。我再找一个虚弱诅咒，这一抓只有虚弱诅咒可以赢。屌不屌？我操！不是不是，别呀！那个大灾变，大灾变！你赢了。
牧师心灵正报肯定打爆这算嘛，你不是废话吗？这是一个来玩游戏的。Do you like 玩游戏？这才是玩游戏的嘛！变色龙加哀皇是什么鬼？选择天天卡发杂货铺，德国新型创意纸手表，新潮时尚，高颜值的外表下还有高科技的材质，防水防渗透，野蛮女友也拉扯不坏，无论男生女生都有适合你的 style， 个性十足，款式多样，夏季百搭，快来进店选表吧。更多消夏必备小道具尽在天天卡发杂货铺，收藏店铺不晕沾。开张陈凯让我开心一下，反正也不是我的号。不开心。好，选一套强度高一点吧，这个强度有点低了。还是玩牧师吧，我今天有挺多牧师的投稿的。这个可以，四圣水四金控有没有搞头？感觉比刚刚那个可能还要脏一点其实。三剑龙两句话一银剑一斧钉，但是骑士打多了没意思。三圣水两虎口两结晶预言者，14张脏牌，看一下。三圣水，哎，这个可以。他们怎么喜欢把牧师朝无脑抓，然后给我打，然后被对方锤成皮皮，然后我60块钱就花完了。你们就不能给这位主播选一点强度比较高的套牌吗？
我操，这个厉害！同学们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卡组吗？看一下。五个火门。哦。Just you know why. Just you know why. Why you and I will buy and buy. No true love图腾闪电风暴还是直接打的，还是图腾闪电？